欢迎收听台语讲怪奇。大家好，我是国家，我是阿金安。咱这个节目是要用台语来教大家小解这个世界上真济奇奇怪怪的代志，用台语来表现。唔忙，大家听了会感觉趣味。顶一回咱小解是明帝国拄到的一件作祟的代志。今仔日第三出，咱要来讲的是月娘的秘密。大家拢看过的月娘，到底有啥物怪奇呢？等下等下，你要小解的，应该唔是要讲有人偷摕阴暗的仙丹，背位月娘去迄个故事吼？唔是唔是。咱要讲的，不是迄款欺骗囡仔的故事。哦，阿伯，咱要讲的是虾米款的故事？咱要讲的是骗大人的故事。欸，你莫乌白讲骗哦。伫1969年，全世界上大的新闻，就是人类头一回登陆月球，要去把迄粒仙丹抢回来。刷落来。美国的太空人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敢是找无迄粒仙丹？吼，你是有偌爱迄粒仙丹啊？啊无咧，敢是要去买土瓦白马子？然后过无几冬，伫1972年以后，就无人阁去月球啊。安尼一定是迄土瓦白马子无好食。听讲吼，是伫月球面顶去拄到外星人，哪会无掠两只回来研究看卖咧？哪有可能？你甲想看卖，人类武遐久，开遐侪钱，才有法度登陆月球，结果人已经穿便便伫遐咧等你。欸，这阮的地盘呢？你是要创啥？走遐远去到月球？说起红恐吓咯，系啊，佮想要共掠两只转来，你食较歹个啦。安尼讲，月娘顶面真正有外星人哦？有啊，无我是唔敢讲啦。唔过听讲吼，因唔呐拄到外星人，佮有看到真久以前设伫遐个 UFO， 佮有唔知偌久进前个城市建筑物。啊？这么怪奇的事情，我怎么都没听过？因为美国政府把这些事情都暗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哎哟，啊，你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敢会让人查水表？不用怕啦，这都是后来听人说的。听说吼，2013年，日本人又发现有 UFO， 用很快的速度，在月球表面咻咻咻，飞过来，佮飞过去。敢有可能是太空笨手，因看了唔对起啊？无可能，迄、那个 UFO 一个都一公里遐长呢。是较大部的太空笨手啊。唔过伊唔是直直飞过去，伊佮歪来歪去，安尼飞，佮安尼飞，安尼一定是迄驾驶吼，啉酒醉。搁伫遐塞 UFO， 我怪会有一台设伫遐。哦，千万唔通哦，会红罚钱。唔过，遐大台的 UFO， 平常时是要藏伫倒？嘿，这着趣味啊！你敢知影？月球是地球公转，甲伊家己伫遐自转，坐一年的时间，竟然是同款的。啊？这拄好，迄敢有啥要紧？那是安尼，伊面对地球的迄面，永远是同一边。就是讲，月球后壁生了啥款，你永远都看袂到。哈？啊，那是 UFO 藏伫遐，咱为地球顶头，唔得看袂到啊？对，那是迄边有外星人的基地，咱嘛看无。唔对啊！即卖科技遮尼发达，
写一粒卫星去甲伊翕相，嘛毋是虾米困难的代志啊。啊，那伊是藏伫涂骹底咧，遐大只的 UFO 要藏伫内底，唔得爱挖一个足大的坑，迄真费气呢。真费气吼！那要藏两只，唔得爱挖两个坑，要藏一百只。就要挖一百个坑呢、欸，啊无，就归去甲几粒月球，正做太空基地好啊。哈，安尼伤咸啊啦。听讲吼，月球的表面足硬，硬翘翘，硬壳壳，钻袂入去，要挖坑嘛足歹挖。甲你的心肝同款，硬壳壳。啊，毋过伊内底煞空空空，甲你个头壳同款，无物件。欸，你是甲我有冤仇哦？冤仇是无啦，毋过你毋是讲迄表面足硬，钻袂入去，安尼是要安怎甲乌甲空空空？那安尼归去卖乌啊？咱打开始就甲设计做一个空心的就好。安尼，敢讲袂亲像鸡龟啊同款，破一个空，煞规个变做火流星落落来。听起来亲像啥物绝招咧？我想吼，应该是袂啦。伫1970年，阿帕洛13号发生意外，一只15吨的火箭落伫月球表面。哦，惊死人！遐重落落去。安尼会地动呢？嘿啊，向时放伫月球面顶的一台机器，就有去记录着地动。结果安怎你敢知？迄、那个地动竟然连续摇3点钟。哈？那有可能啦、啊？迄月球吼，那内面是18个，安尼伊干那会摇一分钟，若要摇到3点钟？就真正有可能是空心的哦，惊死人！是谁有本事舞这大条？你敢会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催眠足时行，催眠真趣味呢。真侪人防催眠了后，会讲出伊的精神是啥，在做啥物代志。嘿，我会记得，迄个时阵。我嘛想要知影我前世是啥，凡世是倒一个国家的公主。好，无咱来试看卖。来，你看我摕这块表啊，嗨来嗨去，嗨来嗨去。你即马真爱睏，你慢慢啊睏去啊。我睏去啊。请问你是啥物人？我是一个做工的人。请问你在做什么工程？我的工作室在制作月球。哈？月球是恁制作的？恁是安怎制作的？我先制作一个圆形的坑，用太空船把它拖去天顶，再为内面把它打起来。就是安尼。当初迄个人去用催眠了后，伊讲出来的代志听起来足含，不过伊讲的，甲咱头前所讲的迄款催论，竟然倒会起来。欸，你哪会无接话？我搁在睏。好起来啊啦，月娘拍卡床啊。即马几点啊？睡起来了吼，较精神嘞！我搁要甲你讲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好，我请啊，你讲。你知影无？咱平常时看到的日头，甲暗时看到的月娘是同款大念呢？哈？真的哦？我拢无注意过呢。你后悔吼？那是出日头，你就去甲伊斟酌看，出来看，看敢是安尼。
迄目睭会青盲啦。哎呦，那遐歹骗。是讲你今仔日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我也知，我讲话也无你负责的。无负责，佮敢讲到遮大声？安尼，咱今仔日感谢大家收听《台语讲怪奇》。我是郭鸟，我是阿金尼人，咱后回再会哦。